古历九月初九是妈祖回生日，一早就有真侪信众准备贡品来到鹿港天后宫拜拜。因为妈祖是女神，庙方今年头一届开放回魂道甲信徒结缘，后面将麦当受到妈祖加持。古历九月九号是妈祖的回生日，庙方人员甲信众伫宫道进前准备澎湃盛会，收果甲贡品，恭祝妈祖得道升天。六月九月初九吼，咱鹿港天后宫吼非常欢喜吼，来恭祝吼咱妈祖吼，今仔日是回生的纪念日吼，啊，咱庙方吼非常的传统来准备吼所有供应的活动吼，啊，然后传单吼，咱的五果，啊，然后以及吼回魂道，啊，然后生日道吼来供应吼咱妈祖，所有的信徒嘛会在今仔日吼会来拜一寡贡品来吼恭祝这个回生的活动哈，啊，非常的欢迎哈，咱各界的所有信众哈，会使在这附近哈，拢会使登来哈，咱妈祖宫来拜妈祖啊，求哈咱全家哈，几年通天会使平安顺遂。但是详细看，伫你上头前的宫道顶端，摆满各种拜祖的化妆品。这个传统的祭典仪式回魂道是要来献给妈祖，让妈祖会当装水水。咱我边啊哈，这回魂道哈，咱今年哈由咱主人哈家己亲身去采买哈一罐哈较有名的化妆品来供应给妈祖的家前哈，啊然后哈来哈和所有的信众哈来乐捐，你来哈来。有喜欢的，啊，然后添油香给咱庙方吼，伊会把这个化妆品吼送给你，啊，咱就今仔日供应活动完毕了后，明仔再开始吼，会来吼，给一寡吼咱灵官的一些信众吼，来寄出去给因，摕到因的手头，希望讲吼，因会使用到这些化妆品了后吼，会使久久长长吼，大家吼拢会使永葆青春吼，非常的美丽漂亮。因为妈祖是女神，因此庙方拢会伫你妈祖回生日、甲妈祖生同工摆回魂道化妆品来装扮妈祖。今年头一届开放予信徒结缘，予民众也当受到妈祖加持。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